法官他的大悲观世音菩萨把人间修理的真诚出现，弟子自己的业障太深了，我女儿2012年死人，想捐给他心脏的儿子。我至少能够丰富的心脏，让你身体更好。我告诉你啊，他生出来的时候啊，医生呢就说稍微大一点要帮他动手术，因为他这个心脏啊，长的这个地方啊，就是靠上面这个位置，好像有点不舒服，就是搭不上去了。医生他长大之后就是在这个地方，鼓掌。他现在几岁？马上七周岁。哇，你们那边真的很多，小孩子都很多。他本来身上有3个点痣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有3个，现在只剩下5个，你还是要帮他们。这孩子不但心脏不好，他的腿脚啊都不好，就是像一个空巢的孩子。他最近的腿脚也有点不好，然后一周岁的时候就能抽搐几次。我告诉你，他现在的关节啊，在我们这里，那个身体是吧？你说这个小家伙。在老屋观察是何人呢？小孩子是几几年几年的？2012年。看看他的音乐，六个小时的话，一般不行，要么就上两个小时。几几年几年的？2012年。他是天上的小瑞兽，有点像麒麟，但是又有点像狮子像鸟，爪子本来就是六颗。没关系的，暂停了，现在。他现在就是麒麟哦，在抓住他，听得懂的吧？没问题。他很喜欢大运动，他很喜欢这个自由自在。在家里也穿裤子吗？看见了吗？看见了吗？是不是厉害厉害？明白了吗？没什么大问题的。他的出生你们家经济反而更好，开始你们经济不是太好，他出生之后经济倒是好转。鼓掌。听懂了吗？但是呢，我告诉你，好好培养，培养的好，这个好，培养的这种精明，精明的，对，精明的。听不听爷爷话？听。做梦做到爷爷过吗？想不想做到爷爷啊？想。像他这种，要做到爷爷很容易的。我叫他10天当中就去做到。我上次在我们悉尼联谊会的时候，我跟那个人说：“你给他多少时间，你就看见他了。”他在看见谁？他给他妈妈，在他妈妈看，这是个宝贝，这个不行。1天都不多，1天都不少，这才是你的。所以我就讲给你们听，你们要记住，我的时候不知道的事情，但是我告诉你，这个世界上很多的好事情，只是我们不知道，开始努力，就发现很成功。
一下发现了自己的不足。佛陀当年在人间的时候，他就说是从你八岁开始，那就是从你在法上怎么受苦开始，因为是这是一个人的基本法则，就是说，不是这样。所以有些事情真的不是我们能做的，这个事情告诉你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你可能不是的，所以你们能够帮助你做的，你把握不要。他有没有感觉？有。发麻吗？对，会有反作用。听懂了吗？好好培养他。那如果我问他他的心脏是怎么样动作的？你跟医生说，他再看半年。半年之后再看，好吧？那需要多少多少钱？那两个医院总在做这个心脏里面完成转移，可能是动手术。后来根据总在做这个心脏切除的手术，你半年之后你去问医生，医生给出诊断，我跟你讲一句话，我告诉你，你可以找另外一个医生，再去看这个事，这个事情不一定解决。这个胖胖是个女的，胖胖的，胖胖的，胖胖的，你现在感受到了，你现在能够看到的，你能够感受到的。那人生是不是都是你对他的？有一点像，你问他有没有像那个，像那个，像那个，就是比较聪明的，就他个性特性，你怎么不是一个能控制他怎么会哭？他不控制他，他就怎么会哭？你问问他为什么哭？你为什么经常在梦中哭泣？因为我们在上课，看他们在做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他们在做什么？你说，这个很难的，这个怎么搞？我的观念是什么？现在这个。现在这个通行现在告诉你，我们是在操纵空间。对。就是要把它操纵，知道吗？现在讲空间了，而且要跟他讲，就叫他以后要怎么样怎么样，很好，不是故意的，是真的，就要帮助成长，也是帮助能把成长的成长的重点，他讲的，不讲就叫你去，他就要。他就这样，而且他是下雨天，大雨下雨天的时候，天上一般下雨的时候就是大雨下雨天，听懂吗？你再记得，你他身上是不是有什么？不是的，但是不是你，他身上真的非常不顺利，他是你们记住，而且你们家里知道，你只要听到大雨要下雨。好吧，听懂了吗？听懂了。对对的，你要对他的命感觉喜欢吗？
他就要扩张，好吧？否则的话，被抓住我没办法，他可能就跑了。因为对他只有三大女人，就是他很早的年轻，我要追逐更多正常的。其实那绝对要多少钱？小钱，小钱就是三百块钱，三百块，放心，多少钱？两千块，好吧？嗯，那可能三百，这个不贵了，这个不贵，这个三百就是三百。对，他就是三百块钱，三百。好了，明白了吗？在后面我已经跟你说了，我看到是四十个地方，所以他的名字就是很白，不一样。跟别的公司保证三次，给公司。好。